2023年厨房八步装。一、不做传统过门石，也不贴老式防滑砖，而是大砖通铺至厨房，美观大气易清洁。二、灶具后不贴小砖，缝隙多藏污纳垢，而是两块大砖横着贴，缝隙少才好打理。三、瓶瓶罐罐不堆在台面，做饭没有操作空间，吊柜太高也拿取不便，而是把吊柜缩短，增加两组上翻柜，瓶瓶罐罐好拿取，台面更整洁。四、壁柜不做层板，物品挤在一堆，而是多做抽屉，分类储物更整齐。五、操作台不装普通插座，经常插拔有隐患，而是装带开关插座，一键断电更安全。六、不做老式挡水沿，两头打胶一发霉，而是直接打美容胶，减少卫生死角。七、不做老式直角柜，拿取不便收纳少，而是要做钻石柜，收纳多又好拿，备菜也更宽敞。八、不做双槽洗菜盆，大件锅具放不下，而是要做大单槽，锅具轻松装下，再把窗台下落，台面延伸，洗锅刷碗才宽敞。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